请大师到议事堂议事。他们不走也支持不住了。是，但看他们意志坚定，我看这样子在少林寺三年我们全变成烧饭的了。不行，方丈坐官未出，子弟壮士是这批恳求入寺之人，我劝你到寺里随我坐官面壁。天哪，知道了，各院主持在议事堂里边商议，不过方丈闭关未出，本寺武功虽强，但必然抵挡不住。少林戒律森严，而方世玉志切报仇。郑王爷的根基只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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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那倒不妨，家师五枚正在少林寺做官。哎呀，大师，我不敢偷懒了，我不敢偷懒了。师弟，传话下去，那几位郑王爷的部将，他们能进去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们是来见方丈的。